你不能败坏我名声啊！你知道网上那些人都怎么说我、怎么看我的吗？就连李博那个渣男都当面对我耀武扬威的，他走的时候我就应该呛死。我跟你说，我就是一个穷打工的，我玩不起你们那些豪门的爱情游戏。谁有空和你玩这些爱情游戏？结婚？什么？我要和你结婚。结婚？不，可是你为什么要选我呀？我都不相信你对我一见钟情。是不是你们家有人得了肾病，要赶我腰子啊？你家才有人得了肾病，可能是因为你比较倒霉吧。